吃宽面条，梅干菜宽面条，不是梅干菜，是梅菜扣肉。死了，要不不吃了吧？嗯，你还有两口，是吧？嗯，那我一个肉，你要吃肉吗？凉快啊。吃面条呢。我没啥，就问题。我姐姐喝一个。没事。吃饭，今天吃这个猪肉炖粉条。粉条你们去拍，姐妹们，有宽的有细的，一单给我们发5斤。冬天来个猪肉炖粉条，咱们家粉条你们可以放心的去吃啊。配料表里面很干净，只有新鲜，就是红薯粉还有水，零水，品质很好。
包包里包饺子。炖菜、炒菜。里面还可以放点白菜。姐妹们，咱家粉条去拍吃饭，吃面条，给自己加了两根香肠。你看这里面都是大肉块，大嘴鹅的烤肠活动啊！本来不是给我们发40根嘛，现在给我们发45根，加送5根，再给我们加送5包那个干碟料，45根加5包干碟料，然后官方又给我们减了2块钱，就是37.9块，给我们到手45根。嗯。大嘴鹅的烤肠又出新口味了，蒜香的，4种口味，原味、黑胡椒、还有藤椒、还有蒜香。年前的活动去拍，姐妹们。
姐妹们烤肠去呗，年前的最后一波活动。吃热干面，一单给我们发六包，再送我们六包酸豆角，每包里面自带三包调料的，一煮一拌。好香了，比我们在外面店里面吃的都正宗，可以拍单去尝一尝，不会让你失望这味道。这个面给它多煮一会儿，煮时间久一点，黏黏糊糊的。吃白胖子粘豆包，有三种口味啊，也可以混合的拍。我吃的这个是糯米的，有大黄米的，还有黑香米的。哇，蘸点糖。吃它的原汁原味也好吃，但是我比较爱吃甜的。收到往冰箱里面一冻，然后吃的时候上锅一蒸就可以了，我不不用解冻。
过年的时候可以拿它当一个年夜饭，都可以当一道菜，当一道甜点。去拍点妈妈。